11月2日晚，林依轮穿着紫色樱桃毛衣开衫，搭配黑色内搭现身直播，因提到痛经被网友留言嘲笑。最后她自然的回应表示：“男人不能说这个词是吗？你是觉得尴尬了吗？我一点都不尴尬哦。”还称痛经是人类自然的现象。林依轮的这个反应也获得了网友们的点赞，纷纷留言称赞她情商很高。有什么好尴尬的？痛经是生理反应啊，情商挺高的。有人笑说：“痛经，哈哈。”男人不能说这个词儿是吗？你是觉得尴尬了吗？我一点都不尴尬哦，因为这是咱们人类这个对自然的现象嘛。这有啥尴尬的？嗯，哈哈哈哈。